我们跟佛亲近，我们不跟魔亲近。啊，我们搞这个网络跟电视，魔王来找过我，很凶啊！啊，问我为什么没有跟他商量，就侵占他的道场？我说没有啊，我们没有侵占的道场啊，怎么没有？我忽然想起来了。我们有网络，我们有电视。他的道场是什么？网络电视是他的道场。啊，所以我们这里供了魔王牌位，请他原谅，魔王剥削，他来找我。啊，我才明白了，哦，那是他的道场。我们有一个卫星电视，有一个网络啊，这侵占他的道场。厉害呀、啊！这是听到不寒而栗呀、啊！啊，所以这个地方障缘太多，让你的心定不下来。啊，极乐世界完全没有。啊，这魔王波旬实际上也很可爱，你行善，他佩服你，他护你的法。你造恶的时候，他帮助你造恶，他叫你下地狱。哎，那么由此可知，我们落到地狱，不能怪他。哎，是我们做的不对呀，他是加把劲让你赶快去，他也没做错。啊，所以说看清楚的时候，我觉得他也是菩萨。为什么你造恶，赶紧送你到地狱，让你受罪，罪受满了，你觉悟了，你回头了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。